宋代林部的审讯录中说，知足者贫贱易乐，不知足者富贵易忧。知足的人贫穷了也会感到快乐，不知足的人即使富贵了也会感到忧虑。知足常乐是从古至今经常说的一句话，但是真正能做到的却很少。有些人为了赚钱甚至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成监狱大贪官，为了能获减刑，主动照顾大小便失禁狱友为其揭露其中的罪恶。1955年，谢亚龙出生在沙城重庆，其父为重庆大坪派出所户籍警。他小学就读于重庆市沙坪坝区解放小学，后离开父母随哥哥在陕西宝鸡长大。1973年在陕西省中学生田径运动会上一举夺得100米第一名，并入选陕西省队参加全国中学生运动会。同年被陕西省体工队相中，称一名专业运动员，专攻100米和200米，当时100米成绩达到11秒。他有丰富的工作经历，做过运动员、教师、机关公务员，曾在北体大、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、田管中心主任以及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、国家体育总局科研所等职。2001年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队参加了第八届世界田径锦标赛。2002年至2004年在陕西安康挂职，认识高级领导，接触过他的人很少会认为他是个贪官。在足协的这么多年，他给人的印象虽然是不安足球事业，为上不为下，和中庸，但始终与廉洁两字挂钩。他的同事说，他是五少组的秘书出身，做秘书的生涯让他养成了谨小慎微的习惯，而且在跟他接触的几年下来，觉得这个人也没有太大权欲贪欲，为人处事也比较温和，不抽烟不喝酒，似乎跟部下们都有着一层距离。但是后来他却因为受贿 172.78 万元落马，在秦城监狱。他为了能获减刑，主动照顾大小便失禁狱友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被分派到园林组，日常的工作是种树、浇花、剪草。他当时已经58岁了，因此园林组不会给他安排过重的体力活，而据说他后来最多的工作就是大夜班。他在狱中自学了不少医学知识，因此除了在园林组日常工作之外，他还会在夜里守护那些在狱中生病的病人，一守就是一通宵。守完一夜后，他被允许在自己的房间里补觉一天。有一名精神出了问题的罪犯住到监狱医院大小便失禁，他还主动照顾他，帮他洗涮，弄得自己也是一身。后来因为他优秀的表现被减刑一年，希望他能好好的改造，尽早的重新开始。滔滔的黄河奔流不息，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，看之间我们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。但是对真善美的弘扬与对假丑恶的鞭挞，历史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惩恶扬善是这个时代的声音，任何想要走捷径的人都会受到他的惩罚。